那天我在外面碰到一个人，本来他说他今天也要来问问题，因为他当时问我问题，我心想，哎呦，这问题要讲很久，我说那就礼拜三来吧，专门对你这个问题来回答给有兴趣的朋友听，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他是什么问题呢？他说他回这个中国啊，去看他的父母。他的父母啊，已经年事已高，他有这个孝心啊，就是看着父母这样子的老去，但是又没有办法帮父母找到未来的这个何去何从的结论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焦灼的现象，他说他这个心啊，就像那个刀割的一样，一想到就难过，一想到难过。哪怕是现在回到美国来了，想到父母，他就觉得这怎么办？所以他说是弄得他现在有时候就没力了。那这个人呢，以前跟我说过，他还去我们这个最大佛寺还去抄经啊，什么东西的。我说那很好啊，你有这个问题问你师父啊。你的师父怎么说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他们都是很客气，就是说。这个诵经吧，诵经就解决了。但是他自己知道诵经没用。我说你这么肯定，你师傅都告诉你要诵经，你不知道赶快去诵经吗？怎么会没用呢？他说没用。我说那怎么办？诵经没用，你现在又像心里像刀割的，父母又一天天老去，那怎么办？那不是一团乱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解答。让他能够无悔，对不对？因为看到父母的生老病死，作为晚辈的想要尽份力，也不是自己可以尽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不是掌控在他的手里，是不是？这以前我就讲过，记得吗？你对于父母。在这一刻，如果父母年事已高，你要祈求他读超级生命密码，有没有可能？没可能。你要讲给他听，他也不愿意听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做心法的时候，把他们玻璃箱都放进来。对，那是一个方法。但是，前提是你做心法，把他们放进去，做这样子的一个。结缘呢、啊？你有没有本钱呢、啊？是不是？你没有本钱，你怎么做都没用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他的感觉。这样子问题，他的师傅跟他讲说，诵经，你要诵多少经来转这个局呢？是不是？你要诵多少经，这个后面才会有出路呢？不能说没有用，我们只能打问号。对吧？我们不能够否定人家的讲法，但是我们只能打问号。而你真正的去试这个中间究竟有没有出路，那才是一回事，对吧？所以我经常在讲啊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什么来着？有时想无时。哎，对，有时想无时，或在无时想有时。你能够多做一点的时候，你就多做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明天会不会变天？不知道，但是变天的时候再去做很难。就像我上次我已经比喻过，有做过那个咖啡排毒的人，是不是？好好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想到等一下你急着跑厕所的时候，那一秒都不能等，有没有？但是等到那个境界一来的时候，要跑厕所的时候，你真的希望你真是跳一步就飞到那边去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境界有没有到？境界没到的时候，你实在很难感觉到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你还会想说，哎呀，什么大不了？这样一跑就跑到了，是不是？马上一做实验，然后你们立刻就感觉，哎呀，真的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有时想无时，所以说来说去，说来说去，是不是我们的德智两够？每一个人都要审视这个
严肃的话题。嗯，